Hello，小朋友们好。今天我给小朋友们带来了健达奇趣蛋。我给小朋友们带来了小猪佩奇奇趣蛋。小朋友们喜欢健达还是小猪佩奇呢？我们先看健达吧。哇，它是女孩版的哦。里面有丰富奶制品。很有营养哦，很好吃，100%进口奶源。还有巧克力球，一个吃食物的勺子。这里就是新奇好玩的玩具啦。哇哦，是一个漂亮的女生，我们看看说明书。需要拼装哦。好玩又益智的拼装玩具，小朋友们喜欢吗？哇，它好漂亮，很时尚哦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好像是一个迷宫游戏。把它组装好，看这个是什么呢？哦，是包包，可以提在手里的。哇，就是这样。还有哟，这个也是它的包包部分。把它卷一卷，这样装进包包里，完成啦。接下来我们再拆一个多多的小猪佩奇奇趣蛋，选这个吧，乔治。为什么选乔治呢？因为啊，乔治是男生，乐迪可多多都是男生呢，嘿嘿。乔治是佩奇的弟弟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弟弟或者妹妹呀？乔治太可爱了。哇，看到了一辆摩托车，一包饼干，又香又脆又甜。哇哦，这是一辆炫酷的惯性摩托车，速度很快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